先献唱一首。 就是祝他们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，还有怎么就是我唱这首歌叫做 What Are Words， 何为誓言？然后就前面听到牧师在讲，就是讲他们誓词的时候是在讲，爱情是什么？爱情就是不离不弃，就是无论对方是怎么样，你都永远爱着他，对吧？ 然后这首歌其实它就是一个，它讲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爱情故事。然后它里面的大意其实就是，无论女孩子在哪里，无论是怎么样，我都爱着你，永远爱着你，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OK， 所以这首歌 What Are Words 献给两位。 Be my pain.